海滩寺跟沙口路的中间段，海滩寺刚走。我们现在在郑州市地铁五号线，现在是晚上的8:20左右。晚上8:20，刚刚我们经历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惊心动魄的时刻，因为刚刚的水位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现在水位终于下降了，我们在车里就可以等。现在是晚上的8:35。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了，一个一个的在救援。谢谢。我们终于等来了被救的这一刻。